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浮台上，用筏钓竿垂钓这里面的大个体的青鱼啊和鲤鱼。我们选用田螺挂钩，因为天气比较凉，气温呢比较低。我们选用的主线呢是1.0的 PE， 三号的子线，13号的钩。浮漂呢吃铅是3.2克的，然后这里边的水啊比较深，大概有个8-9米深。手竿呢玩不了，只能用筏竿来垂钓它。我们把线收紧，这样有利于扬竿刺鱼。OK， 哎，到位就有一小洞口哦。哎，黑漂中鱼，漂亮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虽然天气很凉，温度很低啊，但是这鱼的力度还是冲劲十足啊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收线要慢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的个天哪，真有劲儿啊，真有劲儿啊，出来了出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还在发力呀、啊、应该是一尾鲤鱼，但是是鲤鱼的话个头应该不小。来了来了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快点出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哇嘞个乖乖，哇嘞个乖乖，出来了，看看一尾漂亮大鲤鱼，金黄色的尾巴，我去真漂亮，上来来，拿上来近距离咱们看一看它有多漂亮啊，筐里还有啊，上上来，来看一看，来看看他这性感的大嘴唇，正中12点呢、啊，吃的很深呢、啊，钩子吃的很深哦。看看这大嘴唇多漂亮，皮毛相当哇塞，尾巴通红啊，看上去还是一尾母鱼哦。4月份正是鱼咬汛的时候啊，咱们给它放生吧。喜欢钓鱼的话，给春弟一个关注。